偷一张走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一张都不可以偷走吗？不给。那最后怎么分？再说，最后再说。我不要这个，你不要哪个？知识片。那就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哦，还想给高哥准备一个？对呀、啊，那这是我跟高哥的。你和高哥的，你和高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谁让某人不加这个呢？怪我了，难道我加的话他最开始就是我的了吗？高哥怎么还没回啊？加班？我不知道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在做什么呀？早餐。他说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，那是我的。因为他不要芝士，偏爱。我今天还挺好看，像高中生。好看不？好看。留一个给米姐吧。毕竟今天吃了他的烤鸭。没错，他今天带了北京烤鸭来。不过他今天下班很早。也不早吧，是你很晚吧。就这两天，其实这周结束我就可以休息一下。这周所有的东西都要结束。对。你们会有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吗？如果突然一下所有的都结束。不会啊，我们就迈向新的旅程。哦。你会空落落，我回来深圳来看你。好。感觉好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云帆 ，wish you the happiest birthday，the happiest birthday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好丰盛，对。好丰盛，是这么用的吗？这个词。好搞笑、哦。一定说他送的是他很喜欢的东西，超级喜欢，为自己骄傲，你知道吗？为自己高兴。我也很骄傲，我觉得我这个礼物也选的特别好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、我想学游泳。哇，好用心啊！啊，这个还挺，真的还挺可爱的，好用心，挺好看的。救命啊！音乐盒。啊！我有次想问，就是它这个是会动的，就它的海浪。你先可以看看海，然后去海边游泳。史诗级联动。海边游泳的时候记得带上对讲机。海边游泳。好的，真的是我。